了哈。嗯嗯。这样有东西吗？嗯。现在有东西。怎样？没事。你没有回来啦。回来了。有没有看到我的果冻？好，那现在等下面脱模，再让这个热水再泡一下。因为你如果没有让它，它就脱模不会那么漂亮。好，所以要用热水让它自动脱模。哇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，你看我的花瓣都在里面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很好吃哦，超好吃的 ，QQ 的，很好吃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组合了。我先把我的玫瑰花拿出来。烤丸子也好了，这个是我的玫瑰酥，然后应该可以再放一点我的肉桂粉，肉桂粉不晓得跑哪里去，它这里。肉桂粉，然后等一下，等它凉一点，还可以撒上糖粉哦。然后我这边呢，要来做甜的。这是炼乳。就可以把这个甜的这个丸子放上来，然后你看这个颜色有没有很漂亮？然后上面可以再撒上一些这样子的花生粉哦，
这个就可以这样一起吃。然后现在用咸的，咸的原则上我想要让它沾一点那个像这样的一个香料盐，我先把这个清掉。好，它不只可以打花生哦，也可以做这样的香料盐。哦，我这边有海盐，有花椒粒。哦，那打这个香料盐一样。哦，就是只要有这个盐磨盒，我要打多少就打多少。小的，哦，你另外还可以加购像这样子的一个粉碟盖，哦，它连两颗的花椒全部都打得到。好了，哦，这个就可以打小容量的，有没有这么细？哦，这个就是粉碟盖的功用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盛盘咯。可以怎么吃，因为也可以直接撒上这个胡椒盐。然后另外也可以包上这个海苔片，有这种辣味的海苔片。像这样辣味的海苔片把它包上去一起吃也可以，这样就会脆脆辣辣的，也非常好吃哦。那我三明治刀切一下。好，现在是有点烫啊。你看哦，有没有整个里面是咸的肉松，好玩吧？好，我们今天的元宵节，周末大厨带给各位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料理，然后都是一些像汤圆啦，然后可以自己用手工用豆腐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汤圆，然后非常好玩，因为我基本上我是在玩这些厨房的用具哦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玩的那种玩具，好，然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汤圆，然后跟我的那个花料理去一起去做结合。那我今天用的是像这样的一个玫瑰花酱，然后就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料理。那你看这个我把汤圆就是变成一般的那个汤圆之外呢，小汤圆，然后这个大汤圆。我一个是来做咸的，那一个是来做甜的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个这样吃非常好吃，因为这个汤圆它是 Q 的，然后有玫瑰花香，然后伴随这个炼乳跟这个花生粉，非常好吃，然后还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玫瑰酥，还有这个 Q 嘚嘚的这个，有没有这个 Q 嘚嘚的这个果冻？好好吃哦，
好满足哦。嗯，赶快动手做看看哦。哦，周末大厨，因为今天是礼拜五了，哦，赶快燃烧你的料理魂。然后这些其实都非常简单，然后只要动手做一做，然后非常愉快，然后趁着这个周末假期，跟你的孩子、跟家人一起玩这样子的一个料理，非常好玩。好，那周末大厨老师祝你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元宵节快乐！